赶上庙会，美不吉普车上一个钢管辣妹在车底大吹鸡。动作一个比一个还猛，秀身材，秀跳舞绝活，吉普车钢管秀永远是压轴登场，也最吸睛。这些钢管辣妹的一天可不简单。基本上你排演拢有两三点钟以上啊，一天就对了。系啊，舞蹈拢舞者因家己创作，我哩有当时啊，差不多拢两场至三场安尼。每天练习三小时，下苦功学新招，进场一大早就要开始赶庙会场，早上、下午跟晚上，除了婚丧喜庆、庙会，甚至还有生日宴会都去跑过。主要这个松鼠的较特别，就是规划啦、选举的，拢有人来甲阮叫啊，哎，爱看场啊，哎呀，看场做无用啊。以往的钢管秀在台上跳，吉普车钢管一边移动一边秀，小小的车顶是钢管辣妹大大的舞台，背后苦练赶场累积出来迷人的身影，可真不简单。记者侯国文在报道。12月28日起，中天综合台黄金九点，让爱飞扬。